是谁？这笔啊，我之前在宫里办案的时候见过这种成色。进来吧，小苏。啊，裴兄，多谢你把我们安排的这么妥当。本来，我也的确不应该再来打扰你的，只是有些事，我想还是说清楚比较好。啊，过来坐。啊，你先看一下这个。租赁契约书。嗯。哎，你坐。啊，我住在这儿，自然应该支付租金。你开个价吧。不是小苏，我只是想……我明白，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不能理所应当地成了这份好意，如此不知好歹，非君子所为。我不收租金，小苏肯定不会愿意常住。好，那就每月五两银子。五两，那就不够买画本了。不过也合理。嗯，确实值这个价钱，那就这么定吧。一会儿我加在契约里。另外，根据我们的情况，我还拟了附加条款，啊，在这儿。未承租人保守秘密，不得以此进行要挟、肢体接触等不合规之举动。在契约存续期间，必须严格遵守同性交往之礼仪。若是有违反，承租人有权要求赔偿。赔偿细则如下，这若是有明显意图之言语冒犯或肢体接触，罚金一两，若是再犯的话，那就……哎，等等，你这契约书我怎么感觉只是约束我呀？作为回报，在合情合理不违反伦理道德的情况下，我也会提供帮助，比如查案。听起来是等我出事后帮我处理后事的意思呀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再想想。既然屋主不同意，那我明日便搬走吧。今晚的房费就按客栈的市价计算。多谢裴兄。